网友提问：我和丈夫结婚3年，有一个宝宝，他事业心很强，也很会赚钱，但是却从来不关心我和孩子。虽然平时工作忙，但闲下来也只会和朋友喝酒打牌。他觉得只要给我们钱，就算是尽到了一个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。最近我还发现他和单位的一个女同事走得很近，要给自己的爱人形成一种错觉，那就是付出等同于是物质的富足。在一个男人心中，有钱没钱都能过的女人是让男人敬畏的。如果男人对你有这层敬畏的存在，他一定不敢